你跟谁在一起？凭什么管？就凭我是你老公。 自嗨锅品牌邀您收看《仲夏满天星》，抽脂星云天，收获属于你的心动。满满恋爱味，阵阵火锅香。四月小火锅祝之自嗨锅。你有没有想过延长婚期啊？你就是择一的一个附属品。不过好在你们这段契约婚姻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和择一之间的，我们老板可是特地为了天然你才，两个没有感情的人绑在一起是能带来方便。 就是想多看你一会儿。看我干嘛？你看他，多可爱。天然。啊！没事吧？疼不疼？烫不烫？没事。 都进到水里面了，烫不烫？快！你胳膊都烫红了，你没感觉吗？现在不是有点钱吗？所以想投资。嗯，现在那儿的价位怎么样啊？价位还行。我看看。那也别太贵啊。按你的收入的话，应该是能承受。 Thank you.
好严重啊，你都不会痛的吗？不痛。不痛？你怎么会不痛呢？我坐下来说吧。哎 ，Tiffany， 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啊？去哪儿了？哦，碰见两个熟人。不对啊，怎么跟刚才不一样了？是不是碰到什么帅哥了？我是无痛症患者，我天生就没有痛觉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像正常的碰伤、摔伤、烧伤，对我来讲就像正常的碰触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。我的父母要拿出200%的精力来对付，他们怕我玩火的时候烧到自己，怕我看自己的手指，看到血肉模糊也停不下来。我去摘树枝做风车了。你怎么能这么皮呀你？快回屋上药，你还玩？只要他们稍微一不注意我，我就会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，而我自己却不知道。玉叔，你不觉得疼吗？妈妈，看我风车好看吗？自从我确诊之后，我爸和我妈天天都吵架，后来我爸摔门而走，再也没回来。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但是也被我折磨得几乎神经崩溃了。这儿多包一点。好。这儿啊，还有这儿不够软，再多加一点。哎，放心吧。妈妈，叔叔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啊，把桌子的边边角角都包起来，这样我们于叔就不怕撞到疼了，对不对？疼是什么？疼，我们于叔长大就知道了。乖，去玩吧。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没有痛觉是不对的一件事情，我就开始模仿别人。碰到桌子的时候，我也会大叫一声。打针的时候，我会装作很害怕的样子，因为我想融入别人，我想跟正常人一样。我本来是想一直隐瞒下去的，但是终究还是被人发现了。你跑啊！他们都说我是怪物，他们也太过分了吧！嘴是长在别人身上的，只怪我当时内心不够坚定。不过还好，那时候出现了一个人，他及时的提醒了我。你没事吧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呀，谁也没有资格欺负别人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就会一直陷入自己的自责之中。他们那是不了解你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他们有什么理由去欺负你啊？他也是这么说的。他？你之前说的那个女孩吗？对，他和你说了一模一样的话，他还告诉我，千万不要用讨好别人的方式，争取别人的喜欢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啊，难怪他在你心目中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。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。还是处理一下吧，要不然就会更严重。谢谢。
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他们有什么理由去欺负你啊？他也是这么说的。他？你之前说的那个女孩吗？他和你说了一模一样的话，他还告诉我，千万不要用讨好别人的方式，争取别人的喜欢。青然，宋武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感觉我好像又失忆了。失忆？是啊，我总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想起来。失忆一次已经够狗血了，还两次。啊，算了，不想。想不起来就赶紧回家，天天在外面瞎晃。我看你家泽业有一天失业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失业？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难道我说中了？他应该不会吧？他现在如履薄冰，就算真失业肯定也不会说的，男人的自尊心嘛。更何况他人气早就下跌了，跟你结婚足足掉了几百万粉丝，还搞什么契约婚姻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万一你们再弄出个什么离婚什么的，他就直接可以退出娱乐圈了。二郎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在这里啊？来，二郎，到爸爸这里来。哎，那人呢？还是你好啊，和我喝一杯，真乖。泽一，就喝一杯好不好？二郎。金泽一同学，你反省了没有？你要是反省了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先暂停对你的惩罚。你要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承认欺负我的那些恶行，那我就暂时收回离婚这句话，先跟你暂时住一段时间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谁让你经常欺负我？你要是改过自新，一心向善，对我好点，我就不跟你离婚了。你那天说要离婚，是因为云舒吧？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干嘛好端端说什么离婚？啊？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了？我那天迟到，还是在冰场那个宣传，我不是都给你道歉了吗？我不是也补偿你了吗？那还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叫你呆头鹅，那你也可以给我起外号嘛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我也能遵守，有什么难的？不是因为这些。你好端端的说什么离婚？我还以为，
我啊，我还你到底喝了多少酒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，明明就有。喝了也不要你管。生气了？没有。哎呀，好了，说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给你讲故事。不听。给你唱歌。我不听。嘿嘿嘿，哎，啊，来了来了。干嘛？你是不是真的要和我分开？是不是因为我平时欺负你、嫌弃你，你就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，想离开我？我也不知道你会这么难过，我以为你和我一样开心。你是不是每天都想和我分开？我没有。虽然我们早晚都会离婚，但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我觉得改变命运的这种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，现在就过好当下就行了。哎，一想到我以后还要跟你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我就觉得我以后的生活真的是处处都是烦恼。哎，真的不是因为云舒？不是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。三个。我发誓，行了吧？这下总可以乖乖回去睡觉了吧？嗯。你不回去，那我可回去了。嗯。又怎么了？那我再陪会儿你，你一会儿就回去睡觉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又不会发给别人。你调查我？我哪有那么无聊啊，说了是凑巧了，不过看不出来啊，挺痴情的，又是救天然，又是给他盘什么唱片店，挺伤心的啊。他结婚了。啊，你知道啊，我以为你不太在意这个事情呢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想拆了他们呀？你不也是吗？
你开什么玩笑？当初他们结婚，你不是也同意吗？我现在反悔了呀。要不要做个朋友，互相帮助一下？我拒绝。你说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多种人啊？就是那种明明心里挺多欲望的，但是就是不敢直视，也不敢争取，说放弃吧又舍不得。算我的，我相信你会来找我的。来，喝口水，注意身体啊，好好休息，身体别累坏了。哎，金子怡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啊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吃错药了。什么吃错药了？那这是什么？突然给我榨果汁，该不会加料了吧？啊？醋、辣椒粉、砒霜，你该不会是要害我吧？难得对你好，还怀疑我呢。可是你今天就是怪怪的呀。怎么怪了？哎，有毒吗？我毒死了吗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行，不对你好。那你千万别对我好啊，我会焦虑不安的。歹徒，喂，天然，我找到你最喜欢的那张唱片了。真的吗？好，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于叔，你有什么要给我看的？嗯，立刻的头版专辑。你是哪找来的？喜欢吗？送给我的吗？当然。云叔，谢谢你。我给你讲解一下，第三首歌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，也跟这个专辑的名字是同名的，叫《Way to Blue》。这首歌呢，就代表了。可以啊，云叔，赞一个。还有第五首。早早啊，早早啊。哎，大家早上好啊。嘿嘿，飞哥好。早早早，休息的好吗？挺好的。还好啊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在弄合同啊。对，好好弄啊。这个熊真好看，长得跟天然一样，哪里买的？啊，我男朋友送的。哦，你男朋友真有眼光，真好看。发生什么好事了？
莎莎老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莎莎姐。大家都知道我结婚了吧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今天呀，想跟大家说说我的老婆。我老婆，人美心善。嗯，是是是。还特别会做饭，并且她善良，而且我觉得她也很有音乐的天赋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。游乐场我一个人去，就那次不是上新闻了吗？其实当中有误会。这误会不重要，误会我不说了。但是他看到我一个人去了，他不忍心啊。晚上他又陪我去，当时我特别感动。当时我就觉得，我有这么一个老婆，真好。所以老师，好羡慕你跟你老婆，你老婆对你太好了吧？是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泽一老师，你继续说。还有我们上次去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呢，其实他有的时候在外面也是挺害羞的，对吧？我是想觉得因为我是公众人物，我也是希望他能够在外面放松一点，所以呢我喂他吃，他也喂我吃，我觉得啊，怎么不开灯啊？怎么了？喂，这照片都在网上传遍了，你还想装不知道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谁拍的？谁拍的重要吗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。你和他是不是在一起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有还是没有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罗天然，我，你真的很厉害。前一天跟我说不要离婚，要好好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日子。今天就跟别人亲密无间的出去约会。还口口声声的和我说不是因为他，不是因为他跟我提出离婚，露出马脚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看你就是想天天和云舒单独在一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妨碍你们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只是在探讨唱片。你不信，我拿给你看。那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中秋节前一天，我亲眼看到你们私会，前脚在一起约会，后脚跑到我爸妈家装委屈，奥斯卡不给你颁个奖都可惜了。季泽义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？你凭什么在这吼我？我跟你只是契约夫妻，我爱跟谁在一起跟谁在一起，你凭什么管？就凭我是你老公。
秦小琴，我是泽一。怎么了？天然不见了。天然不见了？你赶紧给天然打电话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现在没在你那儿吗？没在啊。一时半会儿我说不清楚，先找到他再说。林彻再给他打电话了，那我先挂了。我给他打了也没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医院。你好，请问一下云医生在吗？云医生还在那边查房。谢谢。走。云医生好。云医生我。天然在你这儿吧？没有。他不见了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了？你俩被拍了。天然现在的心情一定很糟糕，我们怎么联系他都联系不到。这么晚了他能去哪儿呢？哎，云医生。哎，我在白房的西餐厅打工，我做的蛋挞特别好吃。若天然到底去哪里了？天然，回家吧。天然。
谁说要爱我都罢了。